求和无下列条件的椭圆方程式。好，第一小题啊，是说两个焦点给你啊，那长轴长是10，问你说方程式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两个焦点它-2是一样的，一个3一个-3，所以它是啊呈现上下型，所以它是一个上下型，而且它的中心呢是这两个中点就是-20。好，所以中心是-20，我们说把标准型平移啊，本来原点是中心平移这个 HK， 那它的中心又变 HK， 所以你现在中心是 HK， 可以看作是原点是中心的时候的平移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啊，它是从啊、这个原点为中心的去平移，平移多少？-20啊，平移-20。好，然后它的这个长轴长是10，所以这是2A， 所以 A 就是5啦。那这两个距离是6，所以焦点的距离就是2C 等于6、哦、所以你可以得到刚才2A 等于10，所以 A 等于5， 2C 等于6，所以 C 等于3，然后它的这个中心是-20，那它可以看作这个在原点为中心的、哦、躺着的椭圆、不是直立的椭圆，它是直立的椭圆，所以它可以看作是 A 是 5的平方要写在 Y 平方底下，然后这 S 平方以下是 B 平方， B 平方呢是根号的 A 平方加减掉 C 平方，所以根号的25减9，根号16就等于4、哦、所以这是4的平方。好，那这个等于1再去平移-20，我说去平移-20，所以 X 改成 X 加2、哦、X 减掉-2就是 X 加 2， Y 不动，所以这个变成 X 加 2， 其他不动了、啊，所以就得到我们的方程式就长这样。看看这样的题。